当我们想要尝试摄影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考虑买哪个品牌的相机。同样的，我们接触摄影的时候，也会去考虑软件选择的问题。而 Capture One 和 Lightroom 几乎可以说是目前最主流的流程化摄影软件，它们都兼顾联机拍摄、照片数据管理和摄影后期的功能。这期视频主要是针对在学习摄影初期的小伙伴，也许看完本期视频可以帮助大家选择其中一个软件开始学习。对于一些正在犹豫要不要转换软件的小伙伴们， 相信这期视频也能有所帮助。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先提一下，软件之争哪里都能见到，比如经典的 Windows 和 Mac、达芬奇和 Premiere、Cinema 4D 和 Blender 等等。很多时候，两个软件激烈的优劣讨论，正意味着他们都难以全面超越对方。这对于 Capture One 和 Lightroom 也是一样的。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两个软件综合来说并没有优劣之分。 大家需要根据自己当下的工作流程和环境来选择哪一个才是更适合自己的。此外，两个软件虽然大体功能都是一样的，但在细节上的区别是非常多的。我仅能根据自身体验和大家分享其中几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区别。那么，欢迎大家收看这期黑枣影记，我是卡尔。如果大家对我所讲述内容感兴趣，希望能够随手关注我的频道，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正题吧。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Capture One 和 Lightroom 导入和数据管理方面的区别。它们都以资料库文件和照片文件分离的概念来管理文件，也就是目录文件和照片文件是分离的。所有照片的修改参数等数据通常都是记录在数据库文件中，而并非记录在图片文件里。当然，像是 DNG 文件中也可以写入部分调整参数，不过像是历史记录等还是无法记录在 DNG 文件中的。顺便提一下，Capture One 并没有历史记录功能。 总的来说，两款软件数据管理的总体思路都是一样的，主要区别我个人感觉有两点。第一点是 Capture One 除了常规的资料库外，还有一个绘画功能。绘画可以当成是一个特殊的单个项目资料库，资料库可以用于长期多次项目的汇总、数据归档或者是长期项目的文件管理，而绘画则可以高效快速的开启单个项目。此外，绘画也更方便于单次项目数据的拷贝和转移。比如我今天要给朋友拍一个证件照。 我可能就会使用绘画来进行工作。当日修改出片之后，我也通常不会再去更改或者浏览这些照片，因为这是一个短期项目。当然，使用资料库的话也完全可以办到，只不过绘画多了一种选择。总之，库和绘画具体如何使用，还得根据每个人自身的情况调整。有人会喜欢把好几年照片放在一个库，也有人喜欢按年分库，也有人会按照项目来分库。第二个，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区别是。 Capture One 在导入图片时可以自动侦测相似的图片归为一组，这个功能在选片的时候非常好用。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功能，但是我觉得对于选片的效率还是有一定提升的。我们再来看看最重要的图片调整功能。两款软件在图片调整的核心功能上几乎都是一致的。一个比较根本的区别就是两者对于 r 格式的计算处理上是有些不同的。两个软件会对同一个文件产生不一样的初始图片，同时指定不同的 ICC。 曲线算法和引擎也会产生不一样的图片颜色。此外呢，各种调整图片的参数也都会多少有点差别。比如同样叫高光的调整，两者算法是明显不一样的。值得一提的是，相机校准功能可能对部分用户很重要。这个参数调整只有 Lightroom 才有，可以单独调整红、绿、蓝三个通道。Capture One 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来达到类似的功能，但是易用性可能会没那么好。另外提一下。 通过色卡校准颜色，两款软件都是有办法实现的。在颜色调整方面，Capture One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能够很方便地对特定颜色进行编辑，其中还有一种针对肤色单独优化的功能，甚至能调整肤色的一致性，可以说是非常强大和易用。而 Lightroom 也能靠门板工具去选择颜色，但是这种方式效率并不高，也不那么精准，更别说 Capture One 的颜色编辑工具可以像图层一样一层层叠加。 我相信这一点也是很多小伙伴喜欢 Capture One 的原因之一。再来谈谈遮罩和图层功能，两个软件最大的区别在于 Lightroom 的门板工具虽然可以当成图层用，但是只能调整一部分参数，这使得门板并不能完全当作图层的概念来使用。而在 Capture One 里，图层功能几乎和背景主图层是等价的，可以调整几乎所有参数。而谈到遮罩功能，我个人感觉 Lightroom 要更加高效和智能。 在 Lightroom 更新自动选择主体、人物、天空这些功能后，一些简单的选区变得非常快捷，甚至可以精确到选择人脸的各个部分，准确度也非常高。而 Capture One 目前只有一个根据颜色来近似选区的魔术遮罩工具，还算比较智能，这也是我觉得 Lightroom 很强大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来看看联机拍摄功能，这方面 Capture One 几乎是公认要优于 Lightroom。 Lightroom 的联机拍摄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完全是及格的。只能说 Capture One 确实太优秀。如果说 Lightroom 是控制相机，那么 Capture One 就是完全掌控相机，可调的机内参数非常之多，稳定性和速度的口碑也要好于 Lightroom。如此强大的联机拍摄性能，也成为了大量工作室摄影师首选 Capture One 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抛开软件本身，谈他们的社区和第三方的支持情况，Lightroom。Light 使用人数上来说是远高于 Capture One，这导致了 Lightroom 有着大量的教学、预设和独占的第三方插件，比如 Negative Lab Pro 插件。想要用这个插件，目前唯一的方式还是得回到 Lightroom 里操作。这个插件甚至没有 Photoshop 的版本。也有不少的用户喜欢使用其他用户制作的预设，而这些预设还是 Lightroom 的资源会更多。我们也来谈谈目前最火的 AI 技术。目前可以说 Lightroom 在 AI 的技术上领先了一大步。 先是推出了各种自动选区门板的功能，而后又推出了实用性很高的 AI 降噪、AI 扩大照片等功能。可以看到，未来在人工智能算法的运用下，照片后期的效率和质量都会有非常大的提升。也希望 c a p t u e One 在这方面能够早日发力。在最后，我说一个我个人最在意的点，那就是软件使用时的流畅感。我在这里放一个两个软件的启动速度对比测试，用的同一批照片的资料库。 因为时间关系，这里仅放一个启动速度的对比。从我做的其他测试和使用感受来看，Capture One 从开启软件到切换照片，再到部分工具的使用，都要比 Lightroom 要顺畅不少。更别提 Lightroom 多了一个在浏览视图,在视图和在编辑视图转换的巨大卡顿。而 Lightroom 在不流畅这一点上，已经有大量的用户提出了抱怨。我认为软件的流畅度和其视觉流畅度对工作中的专注力还是有不小的影响的。 这个缺点对我来说是 Lightroom 目前最大的问题。那么本期分享就差不多到这儿了。Capture One 和 Lightroom 的差别还有很多很多没有提到，比如 Capture One 里有着高度自定义的 UI，或者 Lightroom 的 HDR 功能有着更多调整选项等等。此外，大部分用户的工作流中也免不了使用到 Photoshop，所以很多情况下两者的区别并不会非常巨大。在这里呢，我也非常主观的归纳了两者之间的一些特点，放在屏幕上。 这两款软件的正版都是有试用时间的，大家如果还是拿不定主意，也可以都试用一下看看。终究，无论是 Capture One 还是 Lightroom，又或者是其他软件，都是一种工具。只有当我们前期与后期相结合，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流的时候，这些工具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见。